到我们的快乐大本营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快乐家族。过年喽！觉得是这样的，其实我最近呢就是回家过年，我觉得是个很快乐的事情。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最近有一个新闻还蛮厉害的，就是讲有一个大巴，就是很多陌生人一起嘛，坐那个大巴回家过年的时候，结果遇到雪崩，所有的人就困在半路上了。请问还有去广富村的票吗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早就没票了。求求你再看一看呗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真的没有票了，赶紧走吧。走，下一位去哪儿？没得票了吗？没票了。没票了？我看你刚刚买票的时候都跟人家那样了，人家还是没给买您票。你错，我错。很多地区将会受到降温和大雪的冲击。老杨，外面下大雪了，你是最后一班，注意安全啊！干完这最后一班，我就可以回家过年了。你怎么骂人呢？骂你怎么了？有病吧你！快过年了，没钱功夫跟你吵。走吧。走了，别打了。那地方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大可以独占市场。图案的那一个，放心吧，全买了。我不会买东西。你要买什么？小妹啊，到别买了，什么红底鞋，别买，瞎太讨厌了，都说好了，别买，记得啊。嘿，要是生个女儿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妈很开明的。喜欢吗？名牌的，我知道，是我亲手做的。其实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医生的，也许还有其他机会更适合你。坐好。哎，他要干嘛呀？坐稳了啊！慢点。
干嘛害的？你后面会带路你？我只是想带你们回去，谁知道会碰上总干？你回个屁呀、啊！回哪去啊？回我怎么办？你说你想办法。我们现在在同一条船上的，别再吵了，好不好？你想办法。没信号啊！孟非死了，孟非被困下去了，孟非死了。大家听好了。我现在需要几个男的跟着我一块去找地方，剩下来男的留下来安排撤离，有谁愿意跟我一块去的？好，就你。还有谁？我说要男的。啊，放下。没事。来，一起拔。我只是个学医的学生。哦呦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哎，来喽！在干什么？不知道。来来来，小两口随便看随便选啊。谢谢啊，兄弟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吃哪个？这个。哎，小意思。哎，特别友情价，150块。什么？150块啊？你这不是趁我打劫吗？这明明是打折嘛，什么打劫呀？不贵了，已经拆了，不能退了。想到，谢谢。美女，美女，一看你就是个识货的人，来瓶百事吧。臭小子。你少拍我马屁！我哪有？再给一瓶！哇，大气！进来。真没想到你也是这种人，你赚的是黑心钱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你们就没做过件好事，要不要脸啊你？说的没错，我印象中还真没做过什么好事儿，一事无成。我不是也一样？我一直都没有告诉过我妈我是做什么的，她知道了之后不是被我吓死，一定会失望死的。你也是靠自己本事讨生活啊，你比我幸运多了，我连我妈长什么样子我都没见过。那你姐吗？你现在有了？
说一句，谢谢。拿去用。这次卖多少钱啊？先挂账吧。拿着吧，拿着。喝吧，来，你们的，你的，你的，喂，你还要啊？拿去吧。